这个位置进去的呢是点阵头，用的是这一块啊，然后调节这里的能量，其他这些不用调它，这默认出厂设计就可以了。调节能量，然后如果你要调的话就调，或者你这个调节这个大小，这个输出的大小，你调最大的话它是加上去的了。比如说你要打妊娠纹或者打疤痕的那种话，你要改成那种点长方形才行，长方形的形状才行，所以说这种是正方形，你需要达到那种局限的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开始，踩脚踏，好了，直接打上来，好的，好 ，OK。这个是点阵的，不用的时候一定要按暂停，不然的话 ，OK， 这个是点阵的。然后这个点进来，这个3D里面进来的是切割头，这个把我看一下哈，是这里，把这里取下来，然后把切割头装到这里来，只需要调这里的能量啊。然后呢，其他基本上不用动了啊，其他不用动，因为把你的纸套它是直接烧掉的啊，直接切掉的，所以说这个就很危险，用这个连续的打点的，或者说一停一点的这种模式输出。那、它这个的话，这个是，这就是一点一点来的，就一点一点的，看到吗？不松脚它也会在打，它就一踩一脚它就只打一点，就输出模式不同，不用了，返回来。然后这个四 D 呢，四 D 用的呢就是内因，内因呢是这一套，这个是支撑架，这个是内因发射管，然后呢这个是90度锥和180度锥，这个装在这里，内因装在这里，接它反量，然后按开始，使用操作，已经给你弄的傻瓜形式的了，这个的话就是外因。外因呢，就这两个槽，一个是鱼叉头，一个是90度锤，这样的调节能量，开始，其他不用动它，然后再来。